年轻室友没人性，纳豆竟沦为基友。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喝醉，然后就一堆人，然后搬到那个院子里面去睡觉，还是闹我，然后把我脸画乱七八糟的。观众朋友想要看这段影片，我自己有私人珍藏。今天晚上10点，中天综合台雅典娜轰趴。